这真的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在危地马拉特别想来的一个地方，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这是我做的这个豆底酱。今天是我在危地马拉的第24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来到了我在危地马拉最后一个我想到的地方七七嘎斯丹戈。然后这里每周四和每周日有一个当地的市场，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个当地的市场。现在是刚刚进到这个市场里边，他们很多的当地人都过来这里吃，所以我也打算在这边来一份。这个叫阿豆的玛莎。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在危地马拉特别想来的一个地方，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这个其实他们叫当地叫这个黑色的豆皮啊，他们叫豆皮酱那个了。It's probably going to global bogo. Okay, bogo, bogo, bogo. Okay. 它这个豆儿一样。这是我做的这个豆儿一样。哦、oh. 这个也将是我在危地马拉非常特别的一份回忆。方便呢帽子我看光的光彩啊 60 No, pero no se prueba, prueba primero. Hay más grande. ¿Cuánto precio? Puede decir amigo, no problema. 20. ¿Otro precio? 50 está bien. No, es... ¿Máximo cuánto? ¿Cómo? ¿No le queda bien? Bien, pero no, es muy calor. Ok, ok. Ok. Sí. ¿Sí? Ok, 25. 20. Ok. ¿Bien? Ok. Gracias. 20当地钱，买了一个帽子。他们刚开始开价60。¿Cuánto cuesta también? Tres por un quetzal. Un quetzal. Tres por un quetzal. Son tamales más pequeños y un bill. Gracias. 我要在这边吃我的大麻雷，这是我见过最小的大麻雷，也是最实惠的大麻雷。我觉得这些得有1斤。刚才一个哥们儿跟我用中文打招呼，我打算给他分一个大麻雷。给呢？谢谢。耶，不客气。Amigo， 我也给他一个。因为我这边也挺足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现在让我买他的东西，然后我决定我把我这个帽子，之前那个帽子给他，然后他可以拿这个再去卖钱。嗯，有一种玉米的那种非常香的一种感觉，但是它有点油卡在这个地方，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美妙，真的非常美妙。这是玉米大麻雷的一个特点。其实我特别也想把最后一口吃掉，但是我看这个它是一位妈妈给它。¿Y cómo se dice bienvenido a Chichi?
in Pichet. Orthopedic at Chichi. Chichi. 虽然我学了一点点的，自己学了一点点的西班牙文，但是他们这边其实很多的人，他们并不太说这个西班牙文。他们在那儿烧香的时候，他们在那儿烧一些东西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拉萨，也让我想到了瓦拉纳西。尤其是当你闻到他们烧这些东西的那些味道，好像去扎基寺，然后闻到那些味道一样，香火特别旺。然后也像是在这个大昭寺的门口在这坐着，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特别亲切。来到危地马拉，如果有时间，一定要来奇奇来一趟。现在这边的市场是我见过在整个危地马拉最丰富的，很多的在其他危地马拉很多地方有的东西，我在他们这边基本也都看到了。他们这个市场会在每周四和每周日的时候进行，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闹。我现在看到一种新的，之前没见过的豆鸡架，这个豆鸡架和豆子。Un que da por cuánto？Dos con cazal. Nunca veo que lo probar. Ah, vaya. Es un poquito salado. Gracias. Oh, 这么快。La caliente.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豆子馅豆汁酱，然后我现在要来尝一下。这有点咸的。Nico, sí. 我觉得今天这一上午吃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满足，真的特别开心。他们这个市场真的是我在整个危地马拉真的体验最棒的一个市场。他们刚才告诉我，他们一天能在这儿拍大概3000个豆汁酱，豆子馅儿包进去，再放在这边，之后呢，他们再放到那边去，然后豆子馅儿这个玉米饼就完成了。刚一进到这里面，第一感觉，哎，这是不是光明茶馆呀？然后结果进来之后，是一个市场中的菜市场。我现在的感觉是，好像迷路了，但是在里面几乎任何一个部分走着，这个感觉真的觉得都特别棒，到处都有特别新鲜的东西，这地方完全是可以待上一整天的地方。太热闹了，我真的太爱这地方了。现在我在这边，我拿一份当地的这个饮料中，叫这个叫阿豆。也不甜，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是奇奇这个市场的一个出口，前往危地马拉城的巴士其实也都会在这个地方停一下。当地人说，就是每10分钟都会有一辆车在这边停。我是阿聪，如果你对我过往巴士国经历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